Mama. Thank you.
我遇到了，快快在他的后山找队伍，路你走过的吗？你不记得了？那你呢？我这的话，我挡着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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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郭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，也就没能当成烈士。我姥姥也是后来才知道，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，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。不过幸亏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，才会有了后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让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。 就不是找死你，小子，你告诉他，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那儿藏着，摸门儿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太君，把他交给我，不行，这，镇府他。<笑>江子，你不是咳嗽了吗？不是身上是伤风了吗？老子给你好好看看啊，罚罚，哎，老子不在乎。 老子是太上老君，大陆里边的孙大圣。<笑>お前も、我がここに入るなんて、なんてことだ。 太君，一会儿他就不再碎碎碎音了。另外，就我。 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，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魔法过河的，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，而那桥一直又被咱是守着。我看，不如把桥给炸，断了八路的后路，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。嗯。
你还学会日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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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死了可不得快耶 Да-да-да.
사연지에
太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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